而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谤此法者，其罪多少？佛告一切勇，其罪甚多。”十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得几数罪？”佛告一切勇：“莫问此事。善男子，若有于十二恒河沙，诸佛如来起于乐心，若有谤者，罪多于彼。一切勇，若于大乘起恼心者，如彼众生被烧焦燃。”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是众生云何可救？”佛告一切勇：“譬如有人刀断其头，使医治之，涂以石蜜，酥油诸药，以用涂之。一切勇，于汝亦云何？如是众生还可活否？”一切勇白佛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一切勇：“又如有人刀害不断，若得良医治之，则忏彼人忏矣，知其大苦，我今知矣，更不复作恶不善业。”一切勇：“若善男子念不失时，亦复如是，离一切恶，及诸善法，诸善具足。譬如死尸，父母忧愁啼泣，不能救护，凡夫之人亦复如是，不能自立，不能利他，无依父母。如是如是，一切勇，彼诸众生临死之时，无所依止。”一切勇：“无疑众生有二种，何等为二？一者作不善业，二者毁谤正法。如是二人临死之时，无依止处。”十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彼谤法者生何道中？”佛告一切勇：“谤法之人入大地狱，在大召唤地狱一劫受苦，众合地狱一劫受苦，烧燃地狱一劫受苦，大烧燃地狱一劫受苦，黑神地狱一劫受苦，阿鼻地狱一劫受苦，毛树地狱一劫受苦，猴猴地狱一劫受苦。一切勇，谤法众生于此八大地狱满足八劫，受大苦恼。”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大苦大苦，我不能闻。”尔时世尊而说颂曰：“何故不能闻？此语甚可怖。地狱为大苦，众生受苦痛，若造善业者，则有乐果报，若造不善业，则受于苦报。生则有死苦，又被苦所缚。凡夫常受苦，无有少乐时。智慧人为乐，能意念诸佛，信清净大乘，不堕于恶道。如是一切勇，本业得果报，作业时虽少，得无边果报。种子时虽少，得无量果实。植种佛福田，能生果实处，智者得安乐，要于诸佛法，远离于恶道，修行诸善法。若以一毫物，用布施诸佛，八十千劫中，具布具财宝，随所受身处，常念行布施，如是一切勇，施佛得福身。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陀言：“世尊，云何修佛智慧？云何闻此法门，增长善根？”佛告一切勇菩提萨多：“若有人供养六十二亿恒河沙诸佛，施诸乐具，若复闻此法门者，所得福德与前正等。”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善根满足？”
尔时，世尊告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言：功德如佛者，当知满足。一切勇白佛言：世尊，何人功德与如来等？佛告一切勇菩提萨多：善男子，法实善根与如来等。一切勇菩提萨多言：世尊，何等是法师？佛告一切勇菩提萨多：流通此法门者，名为法师。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闻此法门，得何等福？书写读诵此法门者，得己所福。佛告一切勇菩提萨多言：善男子，于十方面一一方各十二恒河沙诸佛如来，一一如来注释说法满十二劫，若有善男子说此法门，功德与上诸如来等；若有善男子书写此经，四十八恒河沙诸佛如来说其功德不能令尽，况复书写读诵受持。时一切勇菩提萨多问佛言：世尊，若读诵者得己所福。尔时世尊说诵答曰：读诵四句偈，得此最胜福。如八十四恒诸佛所说法，读诵此法门，得如是福德，如是诸功德，言说不能尽。十八亿诸佛注释满一劫，十方一切佛常赞大乘法，善说此法门而无有穷尽，诸佛难值喻，此法亦如是。尔时八十四亿天子至于佛所，合掌顶礼，白佛言：善哉世尊，如是法藏，愿助阎浮提。尔时复有十八千亿尼前子来诣佛所，白佛言：甚也，沙门瞿昙。佛告尼前：如来常胜，汝等住颠倒，云何见汝等胜？汝无胜也。汝等善听，今为利益汝等，为汝等说。凡夫无慧乐，何处得有胜？不知于正道，云何得有胜？我是众生道，以甚深佛眼。尔时尼前子于世尊所心生称慧。尔时帝释捉金刚杵，以手摩之，用礼尼前。时十八千亿诸尼前子惶怖苦恼，悲泣啼哭，如来隐形，令其不见。尔时诸尼前子不见如来，悲泣诵曰：父母及兄弟无能救济者，见旷野大泽，空无人行路，彼处不见水，亦不见树荫，亦不见人众，吾伴独受苦，彼受诸苦恼，犹不见如来。时诸尼前从座而起，右膝着地，出大声言：如来哀悯，愿见救济，我等皈依佛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爱染明王心众，嗡哄悉地梭哈，嗡哄悉地梭哈。我们修行人有时候都有欲望，就是爱染心，爱上男女关系啊，爱看电视啊，爱吃肉啊。所以当你起了爱染心的时候，赶快念爱染明王心众。嗡哄悉地梭哈，嗡哄悉地梭哈，
就可以把爱染心转为清净的菩提心。所以常念嗡哄西德梭哈，你就会得到一切天人的爱敬，能够令看到你的人都欢喜，能够成就你的心愿，而且能够成就金刚萨多身体的圆满清净相。现世在世间还获得一切法不起分别心的平等金刚心。爱染明王心咒：嗡哄悉地梭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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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嗡哄悉地梭哈。护身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生命电视与您一同以
菩提心，观世间情。接下来请收看早课